喂喂。所以朋友们，也很高兴可以回到故乡。10月15号，大家一定要到什么地方？重庆。这种回答好像不太好。我想一个大家可以很整齐回答的，大家要不要来 Super Slipper Part 2在世运主场馆？要。好，谢谢。翻过来拍照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媒体呢，在我们宣传车的这些。